大家猜这是什么花？从花苞看，属于伞状花序。花柄集中一点。花苞发散，北方朋友肯定不知道，大概有四五六七朵。侧面看微微上翘，有谁知道？我扶你。再看单朵花开放后的样子，六个条状花瓣，花筒花托，雄蕊有六条，雌蕊有一条，最长。接下来用写意手法画一下它。透蕉叶条淡曙红，比肩湛浓曙红。 一圈有五六朵，不用面面俱到，有穿插和遮挡即可。画到这，估计南方朋友已经知道是什么花了。先把一圈花苞都放开，呈花环，用笔放松，有遮挡穿插即可。整体环形，最后画花蕊，花蕊长且上翘，注意要有疏密遮挡和穿插。花青条藤黄画花筒和花柄，花柄集中于一点。 中锋总花柄，藤黄点花粉，没错，它就是彼岸花。点个赞呗。